大家好，今天我和我的朋友一起出去吃了火锅。我很喜欢吃火锅，虽然现在是夏天，但是我还是去了。那我们一起来看看我们点了什么。我们点了羊肉、鱼片、虾、芋头、豆腐、鸡肉、云吞，有很多好吃的。这个锅右边是麻辣烫，左边是清汤。两种不同的汤底。好啦，这就是今天的火锅 Vlog。如果你想通过 Vlog 学习中文的话，就关注我吧。拜拜，See you next time。